先来转个饭包。饭包太香了，还有酸菜。血肠，这酸菜血肠蘸的蒜泥。更有味道了。这五花肉入口即化。再来尝一块酱的大骨头，这是在加酱的，蘸点蒜泥。肉搭配上蒜，怎么这么好吃？琵琶腿。还是热乎的呢，看里面的汁。好嫩呢。这大块皮。琵琶腿，这块皮超级香，